刚到了一个快递，很好奇是什么，打开看看。哇，好吃的午餐罐头，西式的午餐肉，轻食无负担，减盐更健康，减盐配方，西式风味，198克。这什么90%？没看清哦，肉的含量90%。哎，待会儿我们打开看看。哇塞，这午餐肉好香啊！打开以后哈，那个肉香味就飘出来了。我先尝尝。我继续给大家试吃啊，刚才吃了一遍没拍上。他不是说低盐吗？我刚才尝啊，不咸，白嘴都能吃。你比如早上起来，三明治、面包、炸什么，就那个小时候那个午餐肉那个罐头味儿，拌米饭也能吃，是吧？吃面条搁里面也挺好。从半罐快下去了。现在有活动啊，我放在小车，还橱窗里了，挺香的。